们到底信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地宫里各种不同教派和民族的东西都有，还有什么六藏菩萨。可不能直呼其名，要叫藏尊。藏尊包罗万象，所有咒法神术都是他老人家的神通。什么包罗万象啊，你们就是些疯子。那个怪村长一会儿说良辰吉日，一会儿就改口说要办一天大宴，根本就是现编来骗人的吧。那家伙法力还没到，不应该换他当大巫仙。我当大巫仙的时候啊，贤淑，不要到处乱跑了。这藏宫可不是一般的地方，当心遇到了凶煞。什么凶煞？你说的是那个叫煞金刚的无头鬼吗？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煞金刚是千年前见神杀神、见佛杀佛的凶煞，最后是藏尊出手才镇压得住他。每到鬼节啊，还是要出来作祟，最喜欢砍人头了。你见到过煞金刚，那可要小心一点，被他盯上可没好下场。煞金刚可不认你是不是知心娘。哼，反正留在这里八成也会死，我看这鬼啊说不定还比你们更讲理呢。
供奉好啊，我恢复法力了。我就说我比那个新任大巫贤更有大智慧，就这样把你丢在藏宫里不管，他就不怕你就跑了，乖乖留在这儿等着婚祭吧。你果然是骗我，我的头好痛啊。怎么可能，这铃铛虽然不是真品，但也传了几百年，是有藏尊法力的，怎么就坏了？这铃就和你们村里那些怪风俗一样，早就腐朽了。别走别走，你要是进了鬼西楼，会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放出来的。谁要理你？